上海和安徽出现三例 H7N9 禽流感病例，其中两名上海患者经过抢救之后无效死亡。由于其中一人生前是猪肉摊贩，加上上海黄浦江面金线万头死猪，有人就怀疑病毒和猪是有关系的。世卫组织就表示，这可能只是巧合，目前病毒还没有人传人的迹象，不过需要密切关注。看上去有点像水雷，又有点像蒲公英的，就是在中国大陆造成两死一病危的新型禽流感病毒株 H7N9。 感染之后会出现高烧38度以上，咳嗽、流鼻涕，甚至会恶化成肺炎，造成呼吸困难。由于一名感染去世的患者生前是猪肉摊贩，另一患者的两个儿子也出现疑似症状，引发传染担忧。加上最近上海江面赫然出现10000多头死因不明的猪，人们议论纷纷，怀疑死猪是否已经造成禽流感人传人。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蓝瑞明表示，禽流感与猪无关，目前还没有看到人传人案例。Again, there's been no human-to-human transmission that we're aware of, over 80 close contacts have been tested so far and found to be negative. So at this point, this is a good sign. 不过，蓝瑞明也表示，对于这个新型禽流感病毒不能轻视，还需要密切的关注，因为难以保证病毒不会发生变异，从而产生传染性。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。